那我媳妇手多白，多白。看不看？没看吗？哦，媳妇，先看我媳妇手干嘛的？谁看你？是这样的变态！我可不是，我就捶你，我真想捶你。弟妹，我能不能捶他？可以，可以。小杨哥直播间又当着百万网友的面撒狗粮了，网友纷纷表示辣眼睛。小杨嫂，你到底是怎么看上小杨哥的呀？不是，不是，你看，你老看，你在直播间，你说看的呀？你说看看，看我手媳妇手多白。没看什么？你平常亲媳妇手怎么亲的？亲媳妇手怎么亲的？给兄弟们演示一下。平常亲媳妇手怎么亲？亲媳妇手是，把手拿过来啊。啊，不是我亲媳妇手。亲媳妇手，你老问变态，人家亲自己手，我的妈，你妈的，你这，我的妈，死懵啊，你呀，是这样亲的，亲媳妇手是这样亲的，哦，谁把我拉黑的？小黄拉黑的，回去再找他。小黄今天是什么穿的？什么？小黄今天是什么穿的？学院风。我看看，我看看来。你再摆个造型，再摆个造型，摆个你觉得你能拿捏他们几个的？对，拿捏。来，你们三个看，仔细看。哎，对，来一起看，叫后面的你再一起看看。来，哎，对，再摆。哎，怎么拿捏？哦，哎，拿捏。哎呀。哎，哎，对。哎呀。啊，这样的。哦，怎么拿捏他们三个？看啊，哎，这天气闭上眼睛了，啊？哎，没有，眼睛睁大点，眼睛睁大点，啊，看看，哎，你看小黄多美，来，小黄多美，说，天机说，小黄多美啊，小黄你得看，真美，小黄，很，你看小黄高兴了，你看小黄高兴了，你看看，咦，我不高兴，你看看开心了，你看多开心，开心幅度大一点，小黄，别笑了啊，你嘴笑歪了都，哎呀，你看这鞋多好看。这袜子，咦，哎呦的，还打一下，再打一下，打响呢，哎，别把衣服脱了啊！哎呀，你听听这动耳的声音，哎呀，千玺好不好看？千玺，好看，好看啊！啊，后面那个好看吗？好看啊，好看，好看。我要小黄，你小黄，什么事？你身为，哦，你是个女孩子，哦，你要，我跟你说，兄弟们，小黄能有今天，请你们跟你们有很多责任啊，兄弟们，咱们说实话，你感觉好看不？咱们实话实说，天机说实话来，好不好看？说实话是吧？啊，是真丑。你看兄弟们说什么？你看兄弟们说什么吗？你心里面不清楚吗？好不好看？好看。小杨哥是个大。小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小杨哥是什么？神。没事啊，明天直播到我办公室。聊聊天啊，直播啊。小黄，你跟我说一下，你刚才怎么那啥的，兄弟们都说想听一下，我就连了一下你。哎呀，他上个球，他上个单，怕他是给他面子。你怎么那么有才华呢？你录的那个节奏感太强了。就说嘛。哎，连麦了，你们。明天你跟他们一起啊，到我办公室来啊。不用害怕，我告诉你们啊，明天去了就一个字，记住，气势。明天我就一下还在翔哥面前。你吓我一跳。说怎么个事儿？对，小黄，我告诉你，虽然你个子小，但是你气势强。我跟你说啊，气势全没长个子上。什么？翔哥，你都听到了吧？我给你录好了啊。玩孙子兵法是吧？这么自信的品牌方你一定没见过，每口都能咬到肉。你再说一遍，每口都能咬到肉。专制不服的小杨哥必须给他安排一下，咬不到肉我们三个有信心，咱们三个人捶你一个，行吗？对呀，我还行。
接下来的试吃环节，悲惨的大洋哥全程吃皮，硬是没吃上一口肉，没想到皮还挺好吃的。我靠！我扫你了，我跟你讲。嗯，这皮都还挺僵，兄弟们。那也是能坚持一会儿的，看一看。你能不能过来一点？兄弟们都看不见呀。往旁边来一点。这一个十几斤啊，这一个十几斤，一个十斤，二十斤。你瞅瞅，你干啥？那我来试一下，试试你试，哎，你试，你刚才那个是意外。你这什么？马丁靴，这个是小朋友的26码到37码。我们这个马丁靴面料的话，你在看什么？鞋底是一个齿轮防滑底，然后鞋子很软，小朋友穿起来是比较舒服的。而且这款鞋内侧是有带拉链的，穿脱也是比较方便。里边全部给大家加了一个内衬，穿起来是不硌脚。你远点，你远点。它这个鞋面是防水的，鞋面是防水，对吧？下雨天不会湿脚。鞋面是防水。大洋哥不愧是好大哥，见风使舵被他玩得炉火纯青。我说你这品牌方一上来你就这样看什么？不是我，你哎呀，我看到鞋儿，就抬起来，抬起来，你抬起来，看到没？我说这鞋怎么跟缩脚板？我得看到鞋。看防不防水？你防水掉这个呀？防水，看兄弟们，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？就在昨日，新年刚开播的大小杨哥兄弟俩就上演了一出搞笑版狂飙。来，你别激我！哎，当，来，这几个人，哦，实际上，来，是不是？你敢？牛子，你吹得跟我一样，给你当死！来，你现在不想当？然而，让兄弟俩大过年就怒目相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？给兄弟准备书包。古典式的减震大背垫，上 U 型护脊椎，下 U 型腿部腰椎，中间 U 型镂空设计，保护孩子的脊椎和腰椎，然后比较透气。这书包好呀，兄弟们，防破水。看到没？哦，背多少斤？20斤。是吧？我背20斤啊。多少钱？市场价是600斤。我的妈！还给你送一个这个手提袋啊，文具盒、文具盒、文具包，再做个小背包。背坏换新卡，一年的这个书包你背坏了，给你换新的，是吧？自己选啊，多少钱？169，上车啊！ Nice， 我女儿留一个。你女儿的一岁也都不到，还留一次，留啥的？留啥？你不服？留什么？留什么？我就不服，不服能咋的？啊？有。出身寒微，不是吃苦。能屈能伸，方为丈夫。